看一下长期镜，镜子拉起上，非常稳。镜子，B 接了一个 B 组的分腿跳，四叉跳 ，C 组接了一个并腿结环跳，后来又接了一个 B 组的小翻。那一看啊，小翻是有点歪的，整体的控制状态还是不错的。好，四叉180有点小晃，接了一个倒叉。我们看到这个进入动作，这个跳完做了一个向后后滚翻。四叉结环E组，做了一个 B 组的小翻。1.360有点小晃，整体看得出来啊，屏幕今天还是感觉是非常用捏着的发力。铁身前后翻 D 组，这里的横跟跳 D 组 ，DB 0.1的零一加分。看看它的下巴。镜子，屈膝站在下，一组一样的，一组以上的难度都会在这个下巴所有的加分上有0.2的加分。整体还是非常漂亮的。四叉跳的开度也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翻，看就是后腿已经歪出了这个木头的这个距离啊。但是呢，吸进呢还是控制力非常强，能从外面直接拉回来。你看，就是老运动员了。陶希静也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女子平衡木决赛的亚军的这个获得者，也是非常优异的成绩。好，我们看到旁边是荷花舞蹈的教练，还是感觉有点欠的这个角度哈。陶希静起评分6.5，最后得分14.7。由于我这边听不到他的这个自由操的音乐哈，不知道是否他的这个自由操已经换了新的编码。好，这串比他刚刚准备活动的时候做的非常漂亮。1008接回眸 ，EA 的难度，就0.2和0.1分。进了小翻，900，好，回去，双脚出界。0.3。一个非常漂亮的转体。能看得出来这个整体的表现力啊还是不错的。虽然说听不到音乐，这个镜像班一两周是一个弟子的。那结环 A 组，那180C 组，
满足了武大胖的电台要求，仅是360，这个助跑感觉没有使胖轻的感觉，跟转720度，一组的难度，好，非常完美的一套。接下来是他这个1.08级回笼的慢放。其实从刚刚的整个视频看来说，他的姿态是不错的，但是从慢放的过程当中就能发现啊，这个整体的这个脚腿会有微的屈膝，还是能看得出来的。这个小圆啊，一套西进的自由操6分。平衡木安徽体操队自由体操轮空。嗯，我们看一下唐西进的跳马。现在想翻后直转体360，从高度角度来看的话，它整体的动力性还是欠一些啊，因为能看到落地的这个肩的位置，不知道从侧面看是如何的，给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镜头。所以说这个正面的镜头从整体上的这个观看来说，这个角度还是不是特别的我看得清楚运动员整体的表现。因为跳马主要看运动员的整体的完成，以及他的动力性、高度、身体姿态和落地。他最唐西进准备开始。前向摆到立，蹬杠沙波立组，接 park 换下立组 BD 0.1的连续加分，蹬杠沙波180立组的难度，正转换向前反握大踝360，反掉大踝360，好，两手的360，也就是硬一 DD 俩一俩 D 的。给您加分，看他的下摆，哎呦，直两周，但是落地欠点翻转速度，所以说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是出现了1分的大失误的一个失败。我们整体来看啊，今天的这个运动员的整体状态感觉并不是说特别的好。我们也能了解到，因为本身在今年的5月份是举办的全国锦标赛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我们这个比赛推迟到了下半年。那这个首个团体这个全国赛来说呢，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，以及对于他们在赛场的一个临时的这个所谓调整的状态来说呢，还是需要确实这个状态还是需要去积极的调整一下。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啊，尤其是直播的这个现场的观众是非常的热情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唐西进难度分。